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际金融与汇兑第三十三讲的课程。在这讲课程当中呢，我们跟洪雪要来继续谈呢银行的外汇业务。我们今天要谈的是银行的进口外汇业务。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课程大纲。今天的进口外汇业务呢，包含了开发信用状、修改信用状、赎单，还有进口代收。 那我们在上一讲当中呢，跟同学有提呢，呃，银行的出口外汇业务啊，那么呃，包含了呃出口的托收啦，还有信用状啦，那信用状又包含了押汇、保兑、通知等等的。好，那么呢，呃，除了啊对出口商的服务以外呢，银行呢也当然呢也会对出进口商来服务。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呃单元里头的话呢，有很多也是跟信用状有关的，所以呢，如果说呢，同学呢，你对于呢这个信用状的流程呢，有一点点生疏了哈，所以我们在上上讲当中，有跟同学复习过了，可是如果你还是有一点点生疏的话呢，我希望呢，你能够先把它拿出来啊，先把这个流程复习一下，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呢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啊，你呢在呃这个、呃。 学习的时候呢，会比较啊呃顺利一点。好的，那我们首先来看到呢，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就是开发信用状。那么信用状的开发呢，它的性质呢是银行为顾客开发信用状，它是一种进口融资的授信行为。怎么说它是进口融资的授信行为呢？那么呃，根据我们呢、啊、这个信用状的流程，那么呃开状银行呢，它先行的付款给提示人，可能是受益人，可能是押汇银行。 再请进口商来赎单，所以替进口商开发信用状，它就等于是由开状银行替进口商先行支付货款给出口商，然后呢，等到呢这个、呃、时间到了，可能是即期，可能是远期，那么远期的话呢，可能时间比较久一点，那么等到呢付款时间啊赎单的时间到的时候呢，再请进口商来付款，所以呢，进口商就可以不需要那么早的付款。 啊、哦，那么等到开庄银行呢，帮他把这个款项垫付出去之后呢，那么进口商再依照时间呢来办理书单就可以了。因此，对进口商来说，它就是一种进口融资；那当然呢，对银行来讲，这就是一种进口融资的授信行为。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说呢，对银行来讲，开发信用状它的步骤应该怎么来办理呢？我们很简单的用一个流程图跟同学呢，把整个开发信用状的流程呢，啊，跟这个呃浏览一次。第一的话是核准开状额度，然后呢，进口商要申请开状，接下来银行要审核开状的申请，然后呢，进口商要缴交保证金，最后呢，就由银行呢来开发信用状。 好的，那么呢，进口商为什么要来这个申请呢？这个额和额度呢？因为银行对每一个客户、每一个进口商，他的信用的这个呃评这个评评价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当进口商要来申请啊，这个办理呢信用状的开发的时候呢，银行通常呢，他必须要对进口商呢来办理征信啊。那么根据呢这个征信的结果来核定呢，在。 进口商可以有多少的这个信用状的额度？那能够在这个信用状的额度之内呢，来使用啊这个额度，然后呢来向银行呢申请开状。所以呢，当然首先呢，就银行就必须要核定说，哎，你这个进口商你可以有多少的申请开状的额度？好的，那么在这个额度之内呢。 进口商就可以呢，在他有需要开状的时候呢，向银行呢来申请开状。那开状通常呢要填写啊，银行所制定的这个制式的开状申请书。此外的话呢，那他还要缴交呢这个交易文件。 那如果说呢，呃，这个呃进口商呢，他是呢以这个 F O B 或 C F R 等等的由进口商自己来办理保险的这种贸易条件的话呢，开创银行它通常还会要求进口商呢要先行呢提供呢这个呃保险单啊，可能是预约的保险单，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障呢开创银行它的权益。 好，那么呢，进口商呢，他填写了开状申请书，并且呢，把这些单据呢，通通都交给银行之后，银行要审查，审查看看说，哎，你这个开状的申请到底呢，有没有符合我的要求？那这个开状的申请呢，它通常呢，要审核哪些呢内容呢？啊，譬如说呢，他要审核看看是不是跟呃进口商所缴交的这个嗯交易文件是不是符合。 那另外的话呢，他还要呢审查是不是在这个呃他所核定的这个额度之内。那么此外的话呢，他还要看看呢这个呃信用状的这个呃开状的这个呃内容是不是彼此之间呢有互相矛盾的地方。那另外的话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呢这个开状申请的内容，也就是。 顾客要请银行开发的这个信用状的这个内容啊，这个指示呢，有没有呢，会危害到、会损及到开状银行的权益的？譬如说呢，呃，你应该要缴交保险单啊，那你没有缴交保险单，或者是呢，你赋予开状银行呢比较多的这个呃责任等等的，那么银行呢，它特别呢要呃来呃审查这个部分。 好的，那么如果说呢，他已经审呃这个同意了啊，那么这个开状的申请了之后呢，那么他通常呢会要求进口商呢要缴交一定程数的保证金。那当然要不要缴保证金，看银行对进口商他的信用的一个呃呃审核。那或者是呢要缴交多少保证金，那也不一定，不同的进口商，银行呢跟他要求的保证金的成数呢也都呢多寡不一。 那么这个缴交的保证金呢，对进口商来说呢，可以说呢就是第一次的进口开状的结汇，就是这就是个呃第一次的结汇。那么因为呢，比如说先缴交这个货款的百分之十，一成，那这个呢就是第一次的结汇。那第二次的结汇呢，另外的九成，那么在后续再来办理。好的，那么呃缴交保证金，然后呢这个开状的这个申请书也都审核没有问题之后呢，银行就会替这个呃。 进口商申请人呢，把信用状开发出去，而这个开状呢，通常银行呢，他会选择位在受益人所在地的这个呃往来银行，那么由他这个呃由这个往来银行呢来担任信用状的通知银行啊，所以呢，通常这个信用状开发是不会直接开给受益人的啊，那么多数呢都会透过通知银行来通知，那这个是不是又回应到了我们在上上的讲次当中呢所提到的出口地的？ 的银行呢，它怎么来办理呢？信用状的通知。好，那么讲完这边的话，接下来呢是我们这个单元的 Q&A，我们看看我们有什么问题呢？如果开状银行认为进口商在开状申请书上的指示暧昧不明或条款之间互相抵触，开状银行可以自行补充或补强该项指示吗？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啊，就说对于。 呃，申请人的这个开创申请，开创银行呢，他必须呢要加以审核啊，有没有呢这个呃条款彼此互相矛盾呐、啊，或者是呃写不清楚的地方呢？那么如果说他发现有这种情况的话，可不可以自己呢来补充或补强呢？来看看我们的解答。开创银行应该要确保它开发的信用状没有暧昧不明或条款互相抵触的地方，也因此。 开状银行是可以在必要或呃可以必要或妥善的方式呢，来补充或补强开状申请的相关指示，以呢，利信用状的使用。 所以呢，这答案是可以的啊。开创银行呢，它可以呢自行的来决定说要怎么样来稍微调整一下呢这个呃信用状的这个呃申请书的内容。那当然呢，呃调整之后的话呢，呃也应该呢要呃告知这个申请人啊，让申请人知道呢，开创银行呢已经对于你呢这个开状申请的这个内容呢做了一部分的这个呃补充调整或者是补强了。接下来来看到的是我们这一讲的第二个单元，那个、信用状的修改。 那我们知道呢，信用状一旦开出去之后呢，受益人收到。 那受益人他自己也会审核，比如说审核跟这个交易文件是不是有吻合，然后呢，审核呢这个信用状的条件是不是符合呢他的这个呃权益，或者是有没有他做不到的地方。那么如果说呢，他发现这个信用状的条件呢有一些啊，那么不是呢呃呃那么妥当的话呢，他可以要求呢信用状呃来加以修改。所以信用状的修改通常都是受益人向申请人来要求信用状的修改，而申请人。 去向他的开状银行来请求呢信用状的修改啊，所以程序通常是这样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如果说对开状银行来说，信用状的修改要怎么来办理呢？首先，一定要由申请人填写信用状的修改申请书，然后呢，再由银行呢他来审核，决定呢这个修改的申请呢是不是可以核准。如果可以的话呢，那么他就将信用状的修改书呢开去给这个受益人。 啊，那当然呢，我们要另外提到的就是，对受益人来讲，当他收到这个信用状的修改书的时候，他也不一定要答应啊，他可以拒绝这个信用状的修改，他也可以同意啊。那不管是呃同意或者是拒绝，呃，我们建议啊，是呃受益人最好都能够呢通知通知银行。 啊，因为一般的信用状修改还是透过通知银行来通知，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呢，受益人呢最好能够通知啊，这个通知银行，表达呢你愿意或者是拒绝呢接受这个呃修改的一个意向。好，那么我们回到呢，就进口商的啊，就进口国进口银行的这个角度来看，开创银行呢在啊做这个信用状的修改的时候呢，我们建议你应该要注意个几个地方。第一个，要依照信用状统一惯例，也就是 UCP 的规定。 啊，那么信用状的修改呢，必须经过开状银行、保兑银行，如果有保兑银行的话，或者是受益人的全体同意。所以呢，如果修改内容内容对受益人是不利的话呢，我们银行呢应该要向申请人来说明上述的规定，以避免日后的纠纷。也就是说呢，如果说这个修改对受益人是不利的，那受益人就很可能会不接受。那他不仅不接受，他可能还会去跟这个申请人呢会有一些纠纷。 所以银行呢就应该呢很善意的要来呃告诉这个申请人说你这样的修改很可能受益人是不接受，或者是很可能受益人会有一些意见的啊。那么呢，请申请人呢确认了、啊，那么他是要做这样的修改的。好，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是，修改书发出之后，如果收到受益人拒绝接受修改的通知的话呢，开创银行也应该要立刻的通知申请人，因为呢，如果说 申请呃受益人他不同意这个修改，我们说受益人要通知通知银行，然后通知银行再通知开状银行。那不要忘了，开状银行也一定要通知申请人，否则申请人可能会以为他的这个修改已经呢被受益人接受了啊。所以呢，如果受益人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修改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告诉申请人啊，让他知道呢这个信用状呢还是维持原来的信用状的内容，他是没有修改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是我们这一讲的。 第三个单元赎单，这个仍然是跟信用状有关。那我们在讲信用状的流程的时候呢，我们说，开状银行呢，他接到啊这个提示人，比如说受益人汇押汇银行提示过来的这个单据，他要审查，审查没有问题之后呢，那么开状银行呢要付款给这个呃提示人，然后呢，开状银行他会要求申请人呢来赎单，赎单就是用付款来赎嘛。 啊，所以呢，我们简单的跟同学呢，用一个流程图来说明一下赎单该怎么来进行。首先的话呢，就是押汇、ah、银行是提示人，他把这个跟单汇票呢提示给开创银行。这个时候，开创银行要非常仔细的来检查这个单据。那么，他应该要根据哪一些啊，这个呃内这个呃规则来检查这个单据呢？我们看到左边的这个蓝色框框。 开庄银行审核单据呢，他要注意到第一个，这些单据有没有符合信用状的规定？第二，有没有符合 UCP 的规定？第三，当 UCP 没有规范的部分的时候呢，是不是有违反国际标准银行实务，也就是 ISBP 的规定呢？啊，是不是符合呢？另外。 单据与单据彼此之间有没有互相矛盾的地方？所以呢，要检查的部分的话非常的多，一定要非常的细心。那么都没有问题之后呢，开证银行就会付款给提示人，然后他就会通知申请人，单据已经到了，你可以来收单了。这个时候呢，申请人他就要支付扣除保证金保证金之后的余款，然后呢，他就要领取单据。 领取单据对受益人来说，对申请人来说，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凭单据去提货。那么因此的话呢，对开创银行来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他在审核这些单据的时候呢，要非常的注意。因此，对开创银行的这个审单人员来讲，看得懂一张信用状，了解这个信用状的内容。 同时熟悉 UCP 信用状统一惯例的规定，还有 ISBP 这个也是一样，是由国际商会他来所制，他所制定的，用来补充信用状统一惯例没有规范到的一些比较细节的审单的原则。啊，那么另外的话呢，都符合这些啊规定，比如说符合信用状，符合 UCP，符合 ISBP 之后呢，还要注意。 单据跟单据之间彼此有没有互相矛盾跟冲突的地方？那么要非常的谨慎来审查啊。那么审查都没有问题之后呢，他才能够付款，才能够请进口商来赎单。因为一旦我们付款之后，对开创银行来讲，一旦付款之后，把单据交给申请人，申请人他一样也会检查呀。如果申请人他检查这些单据，他发现这个单据是有瑕疵的，你开创银行怎么付款的呢？ 这个时候，开创银行是没有权利向提示人来要求呢偿还已经付的款项哦，啊，所以这个是没有追索权的。因此呢，开创银行呢审查单据，决定要不要付款，这个非常重要。一旦有瑕疵，那就可以拒绝付款啊；没有瑕疵的话呢，那就要付款。好的。 那么这个是呢，简单跟同学说一下呢，有关于赎单。那赎单呢，对于申请人来讲的话呢，它就是第二次的结汇。例如我们刚刚讲，我们在交保证金的时候，不是交了一成吗？那剩下的九成，扣掉利息还有手续费之后呢，那么再付给银行的，这个就叫做赎单的第二次结汇啊。那么这个是就进口上的呃角度来说的。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呢，银行审查单据的期限有没有期限呢？可不可以啊拖拖拉拉的？那么呃，用很长的时间来呃这个审查单据呢？不可以哦。依照 UCP 的规定，最长呢不能够超过提示之次日起的五个营业日啊。那么。 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如果呢这个单据是有瑕疵的，那么我们要拒付的话呢，这个拒付通知也非常重要。如果拒付通知是不符合规范的话呢，你就丧失了拒付的资格了哈。首先的话呢，第一个要明示啊这个拒拒绝对付的这个意愿，一定要告很清楚的表明呢我拒绝对付。第二，还要仔细的条列出来所有的一切的瑕疵。 那、啊、一切的瑕疵，第三的话呢，还要告知提示人这个单据是怎么处理的啊？这个单据怎么处理呢？譬如说呢，我留置单据等待呢，押汇银行的进一步的指示，或者是我正在退还单据等等的啊。那么一定要做到这一些啊。那么一次的通知要详尽的说明所有的这个瑕疵啊，而且要表明单据怎么处理，而同时要表明呢，我拒绝对付的这个明确的意思。 如果说呢这些没做到的话，那么开状银行呢就丧失了拒绝对付的权利，这个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特别小心。好，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这个单元的 Q&A，我们看看我们的问题是什么。若申请人愿意接受有瑕疵的单据，开状银行可以不向押汇银行拒付吗？好，那么这个的话呢，当然呢、哦、一定也会发生的。 也就是说，单据有瑕疵，开创银行呢，它是应该要拒付啊。那么，呃，就如我们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么必须要在五个营业日之内要发出呢这个拒付的通知，然后呢拒付通知统一必要要表明哪哪些哪些内容。但是，如果说呢，申请人告诉开创银行说这些瑕疵我不在意啊，我可以接受，那开创银行该怎么来处理呢？好，我们看看这题的解答。 如果说申请人他愿意接受有瑕疵的单据呢，那么开庄银行是可以不向亚汇银行呢来行使拒呃拒付的。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同学注意的是，即使申请人表示愿意接受有瑕疵的单据，开庄银行仍然有权利决定要不要拒绝付款。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向。 呃，申请人那么来呃表达说，诶，他到底呃这个单据的瑕疵啊，呃是这个样子，那你愿不愿意接受？那申请人呢表示说他愿意接受了啊，也就是他愿意放弃这个瑕疵。那开创银行呢，那当然呢，他就可以啊、哦呃，自行决定他要不要放弃瑕疵。他可以决定说，哦，那我就同意，我就跟跟申请人站在,在相同的立场，我就不在意这些瑕疵，然后我就呢付款给提示人啊。虽然下单据有瑕疵，我还是可以付款，可是。 即使申请人表达他愿意放弃瑕疵，那么开创开创银行他也可以坚持，他也可以坚持说这些瑕疵已经构成了拒付的条件，他仍然呢要向提示人来表达拒付啊，来表示拒付。好，所以呢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开创银行他有呢充分的啊这个自由，可以来选择它要怎么做。 但是如果说申请人已经跟你表达说，哎，我愿意放弃瑕疵，然而开创银行又不愿意放弃瑕疵，他还是要拒付。那么我们要提醒开创银行注意，你必须要把你的决定、你的选择要告诉、要通知申请人，让申请人知道说啊，开创银行你还是拒付了。因此的话呢，啊，在赎单这个过程，虽然感觉啊看起来哎好像很简单，可是如果说。 情况很顺利，单据都没有问题。开创银行呢，他接受的单据，然后呢，请申请人来赎单，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说单据有瑕疵，如果单据有瑕疵，开创银行要拒付，那么他还是可以呢啊、呃，有一些啊、呃、调呃调整，就是哎，问问看申请人，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瑕疵？好，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申请人来说。 你已经赎单了，那么你赎单之前，你势必是已经检查过单据了。那么你检查单据，发现这个单据都完全没有问题，你愿意赎单。但是如果你赎单之后，你去提货，你发现这个货有问题，那么我们要提醒申请人注意的就是，你是没有权利要求开状银行的啊、呃、偿还你已经赎单的这个付的款项。原因是因为开创银行它是凭单据付款。 只要单据没问题，那么他当然呢就必须要付款。况且你在赎单的时候，你也检查过单据，你也发现了啊，单据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瑕疵的，你才愿意赎单。好的，但一旦你去提货的时候发现这个货物有问题，那跟银行是没有关系的，银行也没有疏失啊。那么货物有问题，有问有问题，你应该要去怎么样？依照呃买卖契约。 去跟出口商来解决你们之间有关于货物的纠纷，所以呢，在信用状这里头的话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银行所处理的是单据，不是货物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这一讲的最后一个单元的，就是进口代收。进口代收的意义呢，我们首先呢，先跟同学要来说明一下，它指的是呢，在托收的方式之下。 当外国，也就是出口国的托收银行将托收指示书以及汇票或连同单据寄往本国，也就是进口国的银行，那么也就是代收银行，委托代收银行代向进口商来收取款项的时候呢，对本国，也是进口国的银行来说呢，这项业务呢就称之为是进口代收。那么在托收里面的话呢，这个出口地的银行呢，我们称它为是托收银行。 而进口地的银行呢，我们称它为是代收银行。所以出口托收呢是出口地银行的一个业务，而进口代收呢，虽然一样都是这个托收的这个呃呃这个付款方式，但是对进口地的银行来说的话呢，我们就称它为是进口代收的业务。那么这个进口代收的业务该怎么来进行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流程。呃，第一个要首先呢要核对托收的文件。那么当 代收银行呢，收到国外托收银行寄来的托收单据，那么应该要依照托收指示书核对汇票以及或者是各项单据的种类还有份数。如果说我们发现有任何的缺漏或者是不符的地方，要尽快的通知出口地的托收银行。那当然，如果没有不符的地方的话呢，就可以依照托收的方式的不同，向进口商呢来收取款项。 那么托收方式的不同，那当然就会影响到我们呢后续收款的一些流程了。那么首先来看到呢，如果说我们是啊这个呃。 托收的方式不同呢，那么会呃分成两种，第一个是光票托收，第二个是跟单托收。那光票跟托收呃跟跟单托收最大的不同就是光票托收是没有单据的，而跟单托收是有单据的。那两种不同的托收方式之下，这个代收银行呢，它应该要来怎么来办理呢？它这个代收的流程呢？当他向进口商要来收款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光票托收。 啊，那么首先来看到，如果我们收到的汇票是集齐汇票的话呢，代收银行应该要向进口商来提示汇票，请其请其立即付款，见票即付。而如果是远期汇票呢，代收银行呢，他应该要请先请进口商呢来承兑汇票。那么承兑汇票呢，等到汇票到期的时候呢，再向进口商来提示汇票啊，提示这个进口商已经承兑的汇票，请进口商呢来付款。 所以光票托收呢，它在流程上面呢是比较简单的啊，也就是说呢，因为它没有单据，所以呢，呃，就只要呢根据它到底是即期汇票或者是远期汇票，那么来向呃进口商呢来收取款项。那如果说呢是跟单托收的话呢，那我们知道跟单托收又可以分成两种，哪两种呢？ DP 还有 DA 啊，同学你应该记得啊。DP 还有 DA，那这在两种不同的托收的方式之下呢，那么它的这个呃代收的手续也不一样。我们首先来看到，如果是 DP 是怎么做呢？如果是 DP 付款交单的话呢，那么注意就是付款才能交单咯，所以代收银行呢要向进口商来提示汇票，请请进口商付款，而进口商要付款之后呢，我们银行才可以交单。 啊，付款之后才可以交单，那么这是 D/P。如果说是 D/A 的话呢，那就是承兑交单，承兑交单。所以进口商承兑汇票之后呢，银行就可以把单据交给进口商了。进口商还没有付款哦，啊，我们就可以交单了。那么什么时候付款呢？要不要付款呢？当然要付款。等到汇票到期的时候呢，我们才提示这个进口商承兑的汇票，请进口商呢来付款。 啊、哦，所以呢，如果说呢是 D A 的时候呢，对代收银行来讲，它收款的时间，那当然就要拖到汇票到期的时候，它才能够收到款项。那么如果是 D P，如果是 D P 啊，是及其汇票之下的这种 D P 的话呢，那么通常呢，呃，见票即付。所以呢，啊，我们是付款交单啊，那么交单的同时呢，我们就可以收到呢这个款项。那代收银行收到款项之后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到下面这个。 呃，流程，代收银行呢，当他呢收妥了这些款项之后呢，他就可以呢将这个款项呢交给呢这个国外的托收银行，而当然呢，国外的这个出口地的托收银行收到款项之后呢，他当然呢就可以呢入出口商的账，那么这个时候呢，出口商才收到钱。 啊，所以呢，这个是整个托收的流程，而我们今天讲的是就进口地的银行的立场来说，它怎么呢？啊，这个根据呢出口地的托收银行的指示呢，来跟进口商呢收款。我们分成了啊、呃、光票，还有呢 DP 还有 DA 的这个呃不同的这个托收的方式的，那么跟同学来说明了这个代收的流程。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是 Q&A 的时间，我们看看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进口商承兑汇票、领取单据后，于到期日拒绝付款，代收银行应如何办理呢？好，那么就托收来讲，银行本来也就不保证他一定收得到钱，所以呢，在汇票到期的时候，或者是呢提示汇票、即期汇票、提示汇票的时候，进口商拒绝付款，这有可能会发生啊。 那如果说呢，代收银行他没有办法跟进口商收到货款，那他该怎么处理才能够保障他自己的权益，而又不会违背呢托收银行给他的指示呢？我们看看解答。代收银行应该紧速的通知出口地的托收银行，并且呢向法院公证处、商会或者是银行工会等单位呢来申请做成拒绝证书。 啊，就是呢，证明呢，进口商呢是拒绝付款的，那么证明呢，支票人已经行使票据的权利的必要行为而没有实现，来保全呢，支票人他向付款人或背书人呢行使追索的权利。那当然呢，这边的支票人呢就是我们的代收银行，因此，当代收银行要跟这个呃银行啊、呃、要跟进口商收款而没有办法获得款项的时候呢，那么。 银行，我们建议最好都能够呢去做成呢这个拒绝证书，那么来保障呢自己呢对于呢票据上的权利啊。那么如果说做成拒绝证书之后呢，那么它就可以保障呢善意的持票人，而这个申请人呢，他就不能够呢来呢这个呃对抗啊来抗辩。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同学呢谈到呢进口的这个呃相关的外汇业务，那么我们呢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关键字。 今天的进口的外汇业务呢，包含信用状的开状、信用状的修改，还有呢，呃，开状银行仅进口商来赎单，以及呢，在托收的方式之下，进口银行的代收业务。好，今天的课程呢就到此结束了，同学不要忘了课后要复习哦。祝你学习愉快，下堂再见。